大家好，我是杰少。Hello，我是油炸，好久不见了，是好久吧？不见，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一段时间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油仔过来是有任务过来的，对，他想要做一次大厨。不是他想要，其啊，实是一位粉丝朋友留言对，说叫他炒那个老友猪杂，啊，对因对，为老友猪杂是我们这边一个蛮有名的一道菜特色啊，菜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也准备出去买菜了。去超市买吧，对，超市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因为超市，天气热，超市里面会比较有新冷，鲜一点了。对呀、啊，走了，那我们现在出去吧。走吧。对呀、竟然感觉呼吸都顺畅了好多。现在4点了。对呀、啊，欢迎光里临。面有，多少钱？好像9.8块。一条还是两条？还两条吧，都两条，两条。对，没臭就可以了。这么凉应该不会。臭臭那个肝，肝多少钱？猪肝，猪肝，这块得了。小一点的就得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个吧。那个，那可以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好。对，这里拿的应该好是吧？那个好。对，要不2块钱呀？差不多了哦，应该。够了吗？这么多？啊，得了，可以啊，得了。还要什么？还要辣椒吗？要两个辣椒吧。青的还是红的？红的，红的，红的。拿一个大的就可以了。拿一个大的。这个蛮好。2.5块吧。红一点的好一点哦，那也行。红一点。现在姜还这么贵，就拿这里结的了。这个好吗？可以啊。这个番茄1.1块，你看这个生姜一点点都去了2.5块。对呀、啊。欢迎光临，请登录会员或打商品条码，对准下方扫描口。逛逛超市，现在都不想出去了，好凉快哦！这里，你看商场里面，哇塞，好凉快哦。对啊，哇，这里还有位置坐哎，还可以看电影。今天做菜的任务就交给油仔。我也就会随便的炒炒哦，反正我不管你了，你自己洗自己炒，好吧，也是我偷懒，露一手，露一手，试一下。那你自己在这里洗吧，我煮饭去先。然后今天我们炒这个猪杂的话，就是有这个猪肝，还有这个猪小肠，还有一块猪肉，这个是主要的，竹笋，这个酸笋，还有那个辣椒。对，还有一个豆豉，黑色的豆豉在哪里？豆豉啊，豆豉，那就是这个豆豉，黑色的豆豉。这个是灵魂吧？对，是啊。还有那个西红柿，还有一个西红柿，对啊，到时候我们都是要用到的。现在本来我是出去说要煮饭来，我想看一下他说话会不会打结，应该不会，还蛮流畅的哦，很流畅啊，还好吧。然后就是先把这些给洗了，洗干净。先把这个小肠给洗了吧。我洗这小肠的话，到时候我是还会把它给翻过来哦。好像我都不翻嘞，翻你不翻？会苦？不会吧？不苦吧？不苦。我以前都，反正我都是用点醋、用点盐来洗而已。我现在想问你们吃饭还是吃粥？我想吃粥。想吃粥是吗？这里粥已够了。这里还有粥，如果你想吃饭，我就再煮饭这样。就是说，你一直要泡一下。对啊，这个猪肝的话要泡一下，泡出它的血水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，我们放那个盐进去，搓洗一下，还有那个醋你倒一下。哦，得了，喝了。多没要紧的，这样子，也不是说到很标准，要多少多少。对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，小肠给洗好了，
洗好的话我们就准备用来切断。对，之前我见我是这样子切一点点，一二三重，切花刀嘛。对，切这种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入味一点。对，我平时我也经常是这样子切的哦。反正刀工也就这样子了。可以了，蛮好的、啊、真的。就这样子哦。因为平时你也不怎么做饭，我感觉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好少做的，因为我在我自己住的那里，离我哥我姐家也都比较近，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去他们那里吃饭。吃饭。对。对，我见我哥可能切的会比较好看。这样子啊。还有你们切的会比较好看。没有啊，我一般也是这样子切的，而且我是随便的这样子。对，哦，我们已经切好了这个。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家的猪肉还挺好的。哦，这超市的是吗？是啊，我已经蛮可以的，也不算贵。对，九块。十块钱一斤，十块钱，对，九块八，香肠很好，那挺值。切好了猪肉放进来了，猪肝，现在我们切到猪肝了、哦、这个我西红柿我就这样子切哦。嗯，我就按心情来切哦，随便切呗，就随便切咯，反正这个只是配菜而已嘛。嗯，加一点生姜。嗯，酸辣椒，还有酸笋。嗯，酸辣椒、酸笋，准备就炒了。嗯，对。对了，蒜米，但我们都差点忘记吧，放一下油，把油热一下。那个油热了之后，我们先放这个蒜米进去。嗯。哎呦，放姜了是吗？啊，对。给它炒一下。嗯。爆香。嗯，放这个豆豉，放两勺，两勺够了吗？够了，不放那么多，哎，再放一点点吧。嗯、放这个酸笋和辣椒进去了，好，配料。我们把这个香炒出来了之后，再放先炒熟猪肉。啊，先放猪肉。啊，对，猪肉先炒熟它。嗯，因为。像这些猪肝啊，还有这个小肠啊，嗯，它就是比较容易熟的。熟哦、对, 对，我们先把这个猪肉给炒熟了先。嗯，炒它那个味道出来，能看见吗？嗯，闻到了吗？闻到了，很香。嗯。哇，我远远就闻到那个老友的香味。是吗？都来了，很香。我刚才发过视频就闻到了。来了。你再放这个，因为这个小肠和这个猪肝后面放，因为它这种的话是比较容易熟的。这样子嗯。我站在你后面，你紧张吗？啊？有点害怕。害怕？我会吃人吗？嗯。我真的好吃，我感觉这个锅就适合炒那个、哦。嗯。对。这个锅比较大哦，是不是比我家那个锅大好多、哦？两倍。嗯，所以我回去我也要买一个这样子的锅才得。我要买这个锅，不然真的不好炒。对，而且这个锅物美价廉的、啊嗯。我们最后是放这个猪肝，因为猪肝的话比较容易熟，如果说炒的太久的话，就会老，对，就不好吃。嗯。最后面放这个。可以了，嗯。差不多了哦，放盐，给我吧，来，生抽，这是生抽，嗯，要老抽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是吗？嗯，老抽是上色的，对，放点蚝油，蚝油。可以了，看起来就是很下饭，嗯，特别有滋味的感觉。是啊，这道菜就是
下饭菜，对，很好，我们真的很喜欢吃，对，很有食欲哦。嗯，出锅了。嗯，出锅了。哦，关火先。嗯，关呗。也蛮大一盘了啊、哦。蛮大一盘了哦。嗯。还好那个猪肉没放完，放完的话太多了。是啊。朋友们已经做好了哦，这个老友炒牛杂，不是猪杂，说错了。你看、啊、这个猪杂，真满的，很好吃。反正这是平常我们在这里比较经常吃的一道菜。对对。老友猪杂。嗯，老友味的，就特别的好吃。嗯、哇，是今天做给小杰他们吃，因为平常都是他们做给我吃的。对，今天我试一下。对对。只要他们不嫌弃，肯定不会、啊、就得了。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做点别的菜，可以啊，我都是做那种家常小菜，都是家常啊。啊、那个水开了，我们放点油进去先。嗯、要做一个紫菜蛋花汤。紫菜蛋花汤。对。那、嗯，这个我就直接放进去哦。啊。那我们打两个鸡蛋进去。嗯。直接打进去是吗？嗯。打进去的，到时候再搅拌它。对。嗯、这样子也可以啊。对，就这样子了。嗯。挂。这个要放吗？哦，放这个，这个要放。调料是调料啊、哦嗯。对对，是调料。那，到时候我们放这个调料包。就不用放盐了。嗯。就放这样子哦。嗯。可以了、哦。现在可以了，水开了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菜很简单。嗯，很简单。哦，出锅了，就直接这样子倒。对。又是一大盆，你这盆太大了。拆出来放进去。哦，我们洗了这个青菜，再炒一个青菜就可以了。对。甜麦菜。这是甜麦菜。嗯。我们现在爆蒜，放蒜叶。真的锅大的话，正好炒菜。对呀、啊。嗯，咱那个锅要换了，真的。嗯。就买这个得了。嗯。是啊。我们在准备出锅的时候放点盐。嗯。我是一般是这样子哦。嗯。翻炒几下。嗯。出锅喽呢。大家看一下我炒的青菜。可以啊。合格吗？合格呀，很漂亮啊，看翠绿翠绿的。等下看吃怎么样，好看了、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一碗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白天煮的一个非常浓的一个冬瓜茶。这冬瓜茶到时候我们再放那个冰块，哎，冰块拿出来了吗？对，我看这个，哎，我看这个没有了是吗？啊，有吗？啊，昨天忘记冰了啊，这样子啊？啊，天哪！这里还有，这个还有。哦，不过这个是吗？小块的。哦，好吧。来，这个怎么挤进去？这样子挤啊？啊，它下面这个是软的硅胶，你可以顶、啊。可以这样子顶是吗？哦，顶一个顶。哦，一个顶哦。对，这样子出来吗？出来了。好的，就这样子。嗯，都放这个进去。冻冰一点，对啊。对。上次我们喝的那个真的是好喝哦，嗯、那个冬瓜茶，放那个嗯，唯一不足的就是不冰。对。加这个水是吗？嗯。哦。加到满就哦。可以啊，因为那个冬瓜茶很浓的。这个很浓是吧？得了吧。可以了。然后再挤这个柠檬。是上次你买的呀？啊？还剩一个是吗？嗯，一直还没有用呢。哦。跟上次这样子挤进去哦。对呀、啊，看这个皮很薄的。嗯。看着还不错。嗯。我拿那个勺子过来。嗯。捞一下。嗯。给它均匀一点。没有那个炸的哦，就是有那个。就是挤柠檬那个工具是吗？没有。嗯、对，没有。那个就好用了。
冰块还是少了，现在都有点。是啊，都融完了。嗯、你看一下，到时候再放再冻还能还得吗？没那么快，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够结冰啊。啊，这样啊。对。嗯，我想挤完，挤一点都不剩。是啊。这个还。这个还能挤的。哇，这个看着就不错。嗯、是啊。哦呀，用力，用力挤，可以了。感觉还可以充点水呢、哦。嗯，还可以充点水啊。充一点点哦。试一下。加一点点。酸吗？嗯。酸吗？酸了。啊！你竟然敢直接吃柠檬？不疼。太酸了。对啊。你拿一点来尝一下嘛，就是拿个杯子。你那个杯子在后面、啊，后面还有水。哦，我有水，我先喝完吧。那也的，冰的，它也有点冰的。嗯，有吗？有一点冰吗？有一点，哦、但是不是很冰，不是很冰，但是也很好喝，真的。嗯，可以了，准备吃晚饭了哦。是啊，我们准备吃晚饭了哦。嗯，那吃饭喽，各位。吃饭了，哦，这个都冷了，嗯，这个冷是老一下，嗯，老了，试一下这个，这个有点咸的，嗯，还有一点，我也可以，嗯，不要可用的，送到煮的话就还可以，不然可能。加那个盐加多了，嗯，是不是有腌制过？没有，还是蛮香的，就是汤也香，汤也香，我怪了，是啊，要不然也是不是我煮的都这么咸？看一下青菜咸不咸？啊，青菜不咸啊？啊，这个蛮甜的，这菜啊。它是甜麦菜嘛？哦，哦，青菜还好。嗯，喝点这个。嗯，冬瓜茶。冬瓜茶刚才。嗯。嗯，好喝这个。哎，咸咸点，好下饭。对啊。嗯。嗯，自己安慰自己。没有，还是很香的。嗯。就是很好吃嘛，那味道嘛。老友味还是挺十足的。对啊，这榨菜，这榨菜你们是买成包还是？没有，就是各种的那些包装那种的，自己咬，拿来吃。超市那个是吗？嗯，称斤的那种啊。嗯，那尝一点苦吗？不苦吗？啊，不苦啊，不苦是吗？嗯。今天有仔下厨，全部是有仔做的今天的菜，但是就是。能偏咸了一点，有一点咸的也不是说特别咸，嗯，就是那个芹菜炒的比较，就是味道好吃。嗯，你喝那个冬瓜茶吗？我先不喝，你喝吧，我喝一点。嗯，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先吃饭了。嗯，我们本期影片的话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，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嗯、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大家。饭谢谢油仔。对呀、啊。跟大家碰一下这个冬瓜茶。对、啊。然后我再。